新北市选民宣传工作人员来看是嘉义市长当选人吴秉辉，伊四号是伫咧竞选干部，佮有伊的妈妈吴地梅子的陪同之下，伫咧水阳路顶头的竞选总部来举行着修行社疗仪式。吴秉辉强调，现在竞选总部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啊，感谢着各界人士这段日子以来的付出，所来伊会全力来拼嘉义市的经济，感恩着市民对伊的信任和期待。嘉义市长当选人吴秉辉，伫咧国民党分家南总督的陈进宽、主委欧柏林、副主委李世丁、陈国华和国民团总团长江宜雄、奥运会主委吴国宏等等核心竞选干部和志工的陪同之下，伫咧总部门下口摆设香案，虔诚敬上个皇帝，再来各路神明。整个竞选总部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而面对着外界关心，伊上任了后小内阁的竞选，吴秉辉强调，现阶段未有上大的变动，上阶段也是会适才适所。人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在上个礼拜五才略略的知道，目前市政啊、能够他们人事处来报告说明目前的一些缺，虽然缺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我们是用人为才，因为这毕竟有一定的制度一定在用。我想在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那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思考，因为我们讲这次是带着赢得很艰困，但是赢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因为人民都期待政府能够更有作为，能够让嘉义市发展，所以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那我想目前我们会在做进一步的思考，再跟大家报告那所有我们会用人为才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拼嘉义未来的发展，拼经济。大概就这样。吴秉辉强调，爱廉政、长乌金、拼经济是家己的施政主轴，建构嘉义市正做西部走廊的消费新都心是伊的重要政绩。接下来，伊会积极招商引资，吸引大型品牌进驻，让嘉义市正做分家南生活圈的热门区，也要进行基础的网络建设，推动电子支付，打造嘉义市变新型微电商之都，全力拼嘉义市的有感经济，和市民会当过。何日子？最新新闻，张定生、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